有 feel 有 feel， 然后那个听说靖伦也发现了，韦健有一个很特别点，对不对？他唱歌唱每一首歌都一定要怎么？他唱每一首歌很喜欢转音，很喜欢转音，没有一首歌不转音。每次说呜，奇怪对不对？刚才黄靖伦唱了一首歌曲《我的妈》，我的妈，有没有听过《我的妈》R&B？ 呜，啊不了，很难，我的妈应该会杀了我吧？对，没有，今天就要来挑战他《我的妈》的 R&B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，没有，我来试一下，好，挑战一下，来。妈，我不想长大，我的妈。真的，他转好多，转好多，从去转到红毛宫，再转回大巴，又再转回来这里呀、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很好很好，有空再转到台湾那边去。最后就是转到来我们现在这里室内体育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黄靖伦，谢谢。